Hello， 大家，我是杨子。我们今天来的这个是新源的 Seven Eleven， 一样啊，我们来试看看六道可以打到些什么东西。这里是海棠花，最好的话在目前有中年狼人，暗中年。好，直接拿到我们刚刚大图选的那个蓝檀花了。哦，305可以啊，不错不错，熟悉的地方最对味。哇，没想到居然是按到盾，好球，不拖泥带水，超级球。那这里这两张如果都掉的话，我们基本上也不可能拿下来。来看看等一下有没有强大宝可梦气息，洗个三星卡出来。好厉害，两只都抓到了。没有没有没有，别这么说，快别这么说啊！害我都脸红了。哇，296596，差4%。好厉害，喷火龙。三星喷火龙跟三星中野狼人不错。继续对战，然后我们等一下用岩石系的这个中野狼人，应该一发可以收两只吧。基本上，买了水枪了，效果绝佳。有打跟没打一下，球还是超越他们，好难哦，还是没希望。球球还是锁血，好猛哦！这么强的球球还是。要不要入手一只？大家。效果绝佳。啊，这伤害真的是很抱歉。反击机会，反击机会，拜托。对手的攻击，反击机会。漂亮。我们该不会就靠一只这样的队伍就连刷两排了吧？水泡。哎，有点失误！哇，喷火龙真的是，喷火龙真的被击败了。好，我们这队猛，刚好都有克数到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成果。我方的攻击，攻击轮盘，瞄准红色的攻击。哎，我无。可惜呢，不要失误了。效果绝佳。哎，差一点点，只要水晶哥不要失误，应该就可以拿下。不要，不要！我方的攻击，攻击轮盘，瞄准红色的数字攻击。我的50直接错过，还我裁判鹰眼。有了，效果绝佳。好球，来看看能不能两张三星卡都拿下来。捕获时间，准备一下啊。把摇杆球向前。这手不用借我，大家。哦，超级球！好了，是超级球。来喽，一个，两个，三。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什么事了？发生什么事了？这超级球哪里做的？产地在哪里？是不是假货？好的，各位，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道吧。三星中野狼人跟喷火龙，就是我们刚刚那两张，可惜都没有拿到。猎人是不会被骗哦，田武尼。哇，305，中野狼人，三星中野狼人跟甲壳龙，认真一击。我方的攻击，必将是机会。来，我们的遮天蔽日暗影剑，连打两个按钮，结果击中要害了。哇，锁血你好啊，你真正是高啊。甲壳龙很耐哦，没办哦。攻击轮盘，看招。好的，那我们来看左边那张能不能拿起来。就是这，赌货时间。哎，刚刚丢超级球都没抓到那两张三星，何况是现在。
哦，漂亮！我们左边中野狼人拿下来了。好了，那接着第三张卡片就是咱们的中野狼人。喷火龙，结束了。多了一只蓝天兔啊！哎呀，只能拿到甲壳龙。哎呀，290而已。抱歉，刚刚分心了。一直在想别的事情。三星蓝桃花跟一星穿山鼠啊。震天地。太好了，捕获机会就是捕获时间。那左边的三星这张如果拿下来的话，我们会把它拿下来。三个。哦哟，双双捕获。好吧，那我们就拿左边哦。那后面的话，一星不知道会不会有交换机会，即便有，也不知道会换到什么东西。因为刚刚影子的部分，好吧。蓝天花，哇，真的有哎。大叔，大叔，大叔，你是不是拿二星还是一星的来跟我换？不要骗我，拜托！刚才抓到的宝可梦，要不要跟我的交换呢？好啊。哎，换到了一张二星啊。交换。哦，602，可以，极限了，我的右手可能要暂时封印一阵子了。巨晶光。三星巨晶跟可多拉这两张样子就不拿了啊。OK， 那这个就是这边的六张哦。这六张有点惨哎，可是还蛮多二星的啊。二星拿到有点恶心。啊，这就是所谓的不甘愿场，我们先加一场。好，三星喷火龙跟巨晶怪都一起出来了，很好、哦，看能不能直接草喷一个三星。啊！啊！我的手不行了，老了，我要退休了。哦，三星喷火龙跟可多拉，好，那如果等一下喷火龙下来，我们也一样把它拿下来。出你的宝可梦，一发，有没有办法一发？喷火龙感觉应该没那么耐吧？哦哟，双双阵亡，就是这样。太好了，超级强！所以我们就一直刷这一台，让鸭子犹豫一下，考虑一下。哦，喷火龙抓到了，不错哦。OK， 我们今天的1、2、3是第八张哎。哇，566。可多啦，小火龙。哦。各位，今天就跟他耗了，好不好？居然是阿尔宙斯哎，我们能不拿他拿下来吗？居然刷到他了，现在就紧张又刺激了。15但因为我们的居射事物消是逢影，好啦，来吧，逢影。好球。很快龙，哇，10点，哇，逃跑，代价不明。居然都失误，可不可以把我两只都打死也好啊？准备了，那这里先提前先换怪了。要来喽！制裁光硕。好发光啊！太精彩了吧！撑住！所以我没想到快龙先死。按下按钮。OK， 路卡利欧。对，好像也收不掉。这场是苦战。我方的攻击，攻击轮盘。攻击轮盘，瞄准攻击。
来，拜托了，我们的所谓的蒸汽弹，看能不能一发啦，拜托。啊，死了！哇，他还按到逃跑，令人紧张。有了吧？一发。对手的攻击，被打倒了，加五秒，有没有机会？各位，好像可以哦，好像可以，但是都要打中哎，这气弹好像没那么准，攻击抵消。哎，不要这样好不好？对战五化时间，居然对战结束了，好吧，大家非常漫长一场战斗，希望能够捕捉到阿尔宙斯，虽然我们没有把他打过，好吧 ，OK， 可以接受，糟透了，但是我们要振作，一个，两。喂，我们的阿尔宙斯出现了，这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就来了啊。但等一下如果有二星一星的话，尽量能拿就拿下来吧，赶快把阿尔宙斯刷下来。305，松岩啊，岩哥，有，看，59。来了，全力无双激烈拳，爽啊！各位，紧张的时候来了，效果绝佳，能不能顺利捕捉呢？大家麻烦把手借给我，拜托，下次要开图，加油加油，奥利给！来吧，阿尔宙斯。傻眼，差一点点。好啦，这就是游戏环节啊！各位各位各位 ，Gwen Gwen， 一个，两个，三，兴奋了一下，我们来把巨金拿下来吧。好，各位，交换大叔，好，一星的，阿尔宙斯难道？就是用这种方式换出来的吗？交换机会，好紧张，来吧！刚才抓到的宝可梦，要不要跟我的交换呢？好啊！鱼各位，我们又再一次的遇到阿尔宙斯了，他藏了有一阵子啊，不过我们凭借着过人的毅力跟耐心，还有财力哦，终于又再次的把它给呼唤出来了啊！跟我们回家，而且旁边是杰尼龟，所以很有希望，可能可以刚好啊做交换。打爆他！各位，阿尔宙斯近在眼前，加油啊，必须阿贼！冲啦！就是今天 ，just today，I want to take you home。地上的成功了！加油，各位！上下按按的47，有点尴尬啊哈！绝顶无双激烈拳，应该一发不会死啊。第一发如果下一次要修正的话，还有再遇到的话，鸭子应该会先故意不打中。效果绝佳！不要，很好，冲了，不卡里奥，卡里奥 ，perfect。我方的攻击，攻击轮盘，瞄准红色的数字，攻击提升。按到10，刚刚。蒸汽弹，有了吧？效果绝佳。好球。太好了，捕捉机会。所以这个搭配的是可以的，但是路卡利欧要集中。来，大家麻烦一下啊，鸭子要求的不多啊，虽然有点贪心。我们阿尔宙斯带回家，把力量借给我。我球丢得很高哎，可惜了，可惜了。
居然是个红球，怎么会是精灵球大师？一个，两个，三，爆了。OK， 没关系，我们有机会可以交换吗？交换，交换，交换。谢谢各位。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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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输，不够，太招，有哎、欸，好球啊，炎热喵，不错哦，干得好哦，来大家，老样子啊，麻烦再次把手借给鸭子，阿尔宙斯跟我们回家开图了，哦，不要再丢出这些球，你最起码让我有个高级球嘛，对不对？那。这样抓起来的感觉比较有趣啊、哦！一个，两，交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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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强大宝可梦 CC 有吗？哦，来了，又是交换机会，大叔麻烦一下。刚刚鸭子运气不错，丢到了超级球，可是。是不是该是对的时候就投不出来？傻眼！交换机会，来吧，大叔。哎，刚才抓到的宝可梦，要不要跟我的交换呢、啊？好啊。用摇杆球下。我们把沙丘蛙带走吧。奇怪的东西，四星文琴猫也来了。哒哒哒哒哒哒。哦，大丑。为什么不给我那个呢？五星卡就好了呢，这样子就不会再打扰你了。是不错，我们拿到了四星轮琴猫，谁啊？各位，四星轮琴猫。299而已。好吧。好，现在又直接出这张四星铁轮美猴给我们，蛮贴心的哦，这台47。不够大手，我不太想遇到。我要阿尔宙斯，不要敷衍我。大家，我们一起看看能不能把四星的田冷美后也带回家。哇，是精灵球，不妙。一个，两个，三。好吧，最后是拿到了右边的一星。相机又快没电了，刚刚没有交换机会。来，各位，千呼万唤又再次的使出来了啊！我们刚刚拿到了一张三星的波斯可多拉，然后出现了一个灰糖草的一星交换机会，拜托来了，各位。阿尔宙斯换一张灰糖草是相当值得的，我相信是正常人都知道。要不要跟我的交换呢？好啊。哎，的，幸运的拿下了我们的田冷美后，四星的田冷美后，也算是三四星的嘛。哎，两个四星，今天这样子还不错啊。虽然花有点多，但是我们起码又补了一张四星卡片，虽然这张鸭子已经有了。哇，又没有交换机会 ，QQ， 结束了，当然了，结果居然啊，我们的阿尔宙斯没有出来，然后索尔加流先出了，可是也不知道有没有出来了。各位观众，各位观众，OK， 那我们日式鸭子也是缺的哦，傻眼嘞。哦，好啦好啦，也算是有个交代，那就剩阿尔宙斯了。碎啦，我们居然拿到了，碎啦碎啦碎啦，就我们居然是先入手了四星的，五星的日师，哈哈。啊，我好开心哦，我的妈呀！结果鸭子这一场超幸运的啊，我们日师跟阿尔宙斯都出来了，都刚好是鸭子缺的，所以是要双重捕捉的意思吗？哎，我刚刚明明按到了，算了，命中就好，命中就好，命中就好。来，大家，
关键时候到了，太巧了吧！哇，刚刚好吧，什么事情都别多说，祈祷就对了。来吧，各位，把手借给鸭子。哦，是超级球，太好啦，是超级，太好了，炸丢了。来吧，一个，两个，三，干嘛？啊，没关系，是不是有交换机会呢？交换，交换，交换。完全不啰嗦，不啰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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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啊！哇，阿尔宙斯看来真的不好走呢。OK。全力武装，激烈拳。哇！哪来的卡拉卡拉这么耐啊？他居然比我们的阿尔宙斯还耐，傻眼了。OK， 各位，又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啊！希望阿尔宙斯对温照哦，又是超级球，有机会哦。拜托了，就靠这一球了，一个直接爆，我真的是醉了，哎，直接给我爆开，哦，召唤机会，难道是有了啦？哦，不要再吃我钱了，不要再吃我钱了，今天大概吃了大概两道去了吧，两道是60块哦，呵呵。来吧，各位，卡拉卡拉换一只阿尔宙斯，你说好不好呢？哎，刚刚那张卡片，你要不要跟我交换呢？哎，刚才抓到的宝可梦，要不要跟我的交换呢？好啊。哦，哦 ，Oh no, Oh no。OK， 我们不知道第几次的一个交换机会。哎，刚刚抓到的宝可梦，要不要跟我交换呢？来吧，来哦，各位，我没有按到，累了是不是？我居然没有按到，哇，我居然没有按，好像难道会有变数？哎，各位，996。这是鸭子按到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次了啊！996来了，各位。左边那一张叫做阿尔宙斯，我拿给大家看。应该可以了吧？是时候该下来了吧？一个，两个，三。OK， 不知道这是第几次了啊？这个交换大叔，哎，我们今天看他看得有点腻啊，感觉就是他坐在我旁边陪我一起打的样子，但是我们的阿尔宙斯就是还没拿出来啊，所以我很需要他来麻烦。要不要跟我的交换呢？好，阿二啊，到底怎样？到底怎样？为什么还有他？累了呢，鸭子累了呢，鸭子是真的有点小累。哦，有发光哦，应该是三星的，不知道是谁，一个不知名的人物吧。哎呦，哎呦，哎呦，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哎，我真的，哎，怎么会这样？嘿，我真的越不懂了，为什么还会有雷吉奇卡斯嘞？然后，哎呦。哎呦 ，OVE， 好吧，再继续。哦，各位，终于我们的阿尔宙斯出现在大画面上了，傻眼，等了那么久，该是轮到你，哎，可恶，没有发光，没有发光 ，QQ 呢 ？QQ 蛋呢？打个甲壳龙吧。
就是现在把球丢出去吧，大家，麻烦再接鸭子力量一下，好不好？我们阿尔宙斯，抱歉啊，一直麻烦各位哦。超级球，还不错哦，看能不能这一次，就是进尖加十类开图一个，两个，三，结果是拿到右边，那是一星的，有机会交换，来吧，交换，交换，交。我还不把你换爆，大叔，咱们又见面了，哈哈哈哈。嘿，刚刚那一张宝可梦，你要不要跟我做交换？好啊。刚才抓到的宝可梦，要不要跟我的交换呢？好啊。啊哈。结果是换到了一只乌龟。哦，哇，这一轮居然精灵球之力，结果鸭子刚好没有把它打死。闷了，真的是闷了。哇，而且就是有时候会很疯狂式的一直失误，一个，两个，三。交换，交换。啊，大家应该不会那么。刚刚大图是阿尔宙斯啊，结果他没有喷，啊，结果是喷轮琴猫。鸭子刚以为又有奇迹要发生了。OK， 三星轮琴猫。哎，不好意思哦，大家，又打扰各位一下哦。那这一次呢，又要再麻烦大家把手借给鸭子了啊，看能不能把左边那张阿尔宙斯给拿下来。他在里面住的有点久了。三二。超级球，哇，最近不错哦，这几次投出来都是超级球，累败了，可是好像都抓不太到，就靠这一次了，两个，三，啊，又发生了点意外，又是关键性的失误，然后他打不死我的怪，就是这样，就我们丢到高级球，阿尔宙斯。好吧，鸭子现在连手机都要没电了，等下真的尴尬了。来，大家4:04，左边阿尔宙斯，大家再麻烦把力量借给我。哇哦，超级球，可惜没有闪光，有没有机会呢？一、二、三，哎。在经过鸭子的一番努力之后，终于被我打到变这样了。我也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然后我们稍微等他一下，看还有没有救。因为店员也说星原现在已经没卡片，真的是尴尬至极。A few moments later, OK， 就在刚刚，也不知道为什么的，又突然修好了。来吧，各位，把手借给鸭子，超级球。OK， 我们的阿尔宙斯即将要带回家了吗？鸭子已经拿好钱了哦，多花10块 cash， 爆了！大家，我的妈呀，我们终于拿到，拿到的时候鸭子还差点来不及，还差点来不及拿手机来拍。哇，今天我们三张五星全部都是草喷哎。哦，终于把它拿下来了！各位观众，五星阿尔宙斯，刚刚的最冰棒哎，我们拿到了！呜呼！哦，万岁耶！ Yeah! 好啦，那来准备这场打完，我们就准备回家来去总结一下，看是花了多少。非常幸运，我们终于把阿尔宙斯拿到手了。然后还附了一张四星的中年狼人 ，Yeah， excellent。Hello， 大家好，我是鸭子，我们已经回来了。然后鸭子呢也已经睡饱了，这就是我们昨天，哎，应该是今天清晨的战利品，一起来看看有几张哦。是真的小黄啊！哇哇哇哇哇，很喷掉。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
次的收获也是非常满的。好，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些是零钱跟那个店员换的。那我们先把鸭子这边先稍微整理一下，我先把我自己的卡片拿出来。那我们现在算是已经整理完了，那昨天呢就是打这么多张，那最大收获呢当然是开图的日师跟这个苦战已久终于拿下来的阿尔宙斯，所以呢鸭子现在全图鉴只剩下三张，只剩下一张，从原本的三张现在变成剩下一张，那一张呢就是达克莱伊，而这边呢没意外的话鸭子应该是直接在网络上购买了，好，然后再来呢还有我们的今天还意外的入手了一张雷吉吉卡斯，哦耶，哇老喂，好像有点好运，哈哈。好，然后总计这边十张嘛，我是一叠是十张，一二三四五六，六十加二四六，六十六，六十六再加这边是哦，然后四星的话有三张。所以66再加6总共打了72张，我们这一次化身为72道仙人，最后收获是长这样，也算还不错了，花了2000嘛，2000多块啦。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这一次毕竟鸭子已经离这个全图鉴越来越近了，而且在昨天又是这样子，算是幸运的收获了蛮多张卡片的，所以我们来抽这张五星卡片好不好？就是雷吉奇卡斯，只要你在影片下方留言我要雷吉奇卡斯，嘿嘿，不要再留言什么任何想跟鸭子说的话了哈，只要留言我要雷吉奇卡斯就可以参加抽奖哈，那鸭子这一张就会抽给你。OK， 那差不多就是这样，最后也恭喜画面上这位观众，就是你获得了鸭子昨天的影片奖品四星喵啊花，再麻烦技术跟鸭子联络。OK， 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就下一回再见了，各位，拜拜。